不求的女朋友汤圆竟然在直播中意外露素颜，你们想看还是不想看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球姐，解开你们所有的疑惑。不求的女朋友汤圆呢，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小仙女。不求的女朋友啊，名叫汤圆。汤圆呢，平时开直播呢，也是化了妆，打扮特别好看，然后会出现在大众视野眼前。正是因为如此啊，大家呢就会特别好奇，一个人素颜还有不化妆的样子，到底是长什么样呢？毫无例外啊，这个汤圆的样子呢，大家也是想必都想知道的。结果啊，谁又能想到呢？就在一次不求人的直播中呢，汤圆呢竟然又露了素颜。当然呢，在还没开始视频之前，希望各位小可爱们多多你们小手点下点赞和订阅按钮，因为你们支持就我动力。那么二话不说，我们来看直播回放。好，兄弟们，晚安晚安晚安，兄弟们，拜拜。嗯，还没下播，我还调来调去，调来调去，你还帮我按出来。没事，不丑不丑不丑，不就素颜吗？没事的。不哭不哭，不不不，别躺地了。哎呀，助理在跟我聊东西，他以为我下播了。美女的心象都被你们毁了。他不上镜，他那个脸不胖。实话实说啊，汤圆化妆和不化妆都特别好看，甚至呢我还有那么一丢丢更喜欢他不化妆样子，真的超清纯超可爱的。但荧幕前小可爱们更喜欢他化妆还是不化妆样子呢？觉得素颜还有化妆哪个更好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哟。关注球姐，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。